来看这家泰国三轮车计程车，哎，哦，有一，哦，这是耶，这啥？速度，这表敢速度这么像二啊五啊？应该速度吧？但是无啊，嘿，应该不是，伊叫负五十啊，叫正五十啊。油啊，还是伊的温度？还是油。啊，这是伊的拍速的款啦，啊，这大大灯啦。啊，有人笨死人，等到遐。啊，还是这是迄落。伊的排档。啊，这伊的卡档。这边讲手动，哦有啊，诶，油门伫遮啦。啊，这边卡档。哇，伊后座真宽呢。会当坐两个较人个，啊三个较挤。啊，这人这免费有人参观，讲当垃圾是只啊实在吼。人遐倒垃圾桶来讲，这是泰国较看有诶。你讲拢报废才拆家吧？系啊，我直接恁啊，一定无风雨啊。哦，这椅啊！去泰国佚佗拢会坐这啊。嗯，你来泰国就拢坐这种的啊。哎，这不是很多路的是用伊个加阿东巴。嘿，三轮车是用这种的。伊这种的安尼落雨嘛袂压着啊。啊，恁若伤大嘛是会着啊。嘿啊，较大较会啦。我这恁皮拢薄面。较早的拢这种玻璃啊。较早拢这种袂光的啊，拢有这一顺一顺的啦。哦，多摆嘛是拢这种。嘿啊，早期的哦，多摆拢迄种，迄种拢无啥会光。看这顶轻偌大，155/70，十二斤的啊。啊，这个头前的。看白卡都假。无定啊。人个面路个都拢有前后配啊，哇，这无看嘞。泰国三轮计程车。